回大顶山好不好？你在这里躺多久了？快七年了。在这呼吸照护病房里面靠着呼吸器，到底是清楚的人还是不清楚的人比较可怜？如果真的可以选，我还是想就走了算了，我不想拖累别人。可是你还年轻，你才24岁。他说我就一个人没办法24个小时照顾你。我是不是要让他活着，不管是不是有意义的生活。知道假设失败的话就可能有可能是死亡哦。还是要死都没有死，我们有自己该走的路也得走，放手说不定比较好，两边的人的担子都放下了。假设他选择自然走了，20年以后这个技术有突破了，会好了。那你说，到底那时候我让他走是做错了吗？